20秒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点火。起飞。起飞。机率幺幺幺四分四秒，四九幺号。机率幺幺幺四分四秒，四九幺号。酒泉程序转弯，程序转弯。酒泉光学跟踪正常。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正常。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。东风飞行正常。酒泉助推器分离。沈阳站分离完毕。北京明白。北京翻板展开指令链发送开始。翻板展开，手控指令已发出，仪表显示翻板展开。各位领导、专家、同志们，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监视计算，长征二号 F-17 火箭已将神舟17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神舟17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